好的，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我们的这个模糊工具以及锐化工具。那么它们呢是在一个工具组当中的。首先呢，来理解一下模糊工具呢，它的这个工具形状呢，就像我们的一个滴水的一个水滴状。锐化工具呢，它就成一个三角形的形状啊，这个也不难记。它呢，首先来讲模糊工具。那么模糊工具呢，它可以将我们的图像的一个部分或者边缘呢进行模糊啊。进行模糊。一般来说，对于细节的修饰啊，对于细节的修饰，如果我们在按住 Alt 键的同时啊，就可以在工具箱中切换我们的这个模式啊，就是说它的这个画笔。来看一下啊，从我们的工具和工具中的切换，因为这里没有快捷键，所以我们不能用 Shift 加。比如说有这键啊，这个界面工具的快捷键是这一点。那么此时我们使用Shift 加 J 就可以将它游戏中工具和 3D 材质脱放工具进行互相切换，但这里并没有，所以我们要按住 Alt 键，用鼠标左键进行点击即可切换，非常方便啊，一个配合快捷键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回到模糊工具，来熟悉下参数。在这里的话呢，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有几个小的这个模式啊，正常模式。首先来讲一下变暗模式。那么变暗模式呢？啊，这个不难理解啊。变暗模式它不难理解，就是说，在我们对图像进行模糊的时候，大家会发现图案啊会变得非常的暗，非常暗啊。我们可以这样看，但它的强度方面来讲呢，只有一点点，并不是很多。我们按 F12 键恢复一下原始图像。那么变亮的话呢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说我们在涂抹过程中，它所涂的范围进行模糊以后。就越来越亮。F12，以色相进行模糊啊，以色相进行模糊。有些时候它也可以用来把我们的这个图像呢进行调整的非常好啊。那么默认的话呢，一般是以正常来用，再用这个工具很少去用了哈，现在来说很少去用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大家简单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主要呢，这里有一个要理解的东西呢是强度。强度低，你所模糊的速度就慢；强度高，你所模糊的速度就快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选择模糊工具，将大小进行调整。我来模糊一个区域啊，大家会看到，不管在任何区都可以模糊啊，只要我们点击就可以了。哎，在历史记录中可以看到我们处理过的模糊效果。来看一下原图，它的模糊效果不是很大啊。再改成正常模式来进行模糊，哎，一次模糊，大家看啊，很大吧？100强度模糊，我只模糊一次，它的原图和我们的模糊工具的这个效果就发生很大的变化。那么强度呢，就是说刚才说过了哈，它的力度，强度越低，它模糊的这个级别就越低。大家看一下，再涂抹，哎，很轻很淡，很轻很淡。一般呢，我们就可以对它的边缘啊，还有其他地方来进行涂抹。模糊工具呢，我们可以理解一点，就是说，如果在做一些图像的时候，两个图层或者是相同图层中不同位的相邻像素可以增加它的对比啊，我不是增加，是降低啊，说反了，降低它的对比，将我们的这个比较硬的边缘进行软化，把这个图像呢更加的柔和，更加柔和。那么就是说中间我们来看啊。模糊工具来进行涂抹，我把花进行涂抹以后，边缘，哎，它可以就是说把这株花呢进行涂抹模糊掉，那我们就看不清楚这个花了，是吧？但如果说我们不要去模糊这个花，去模糊其他区域，放大画笔，不要放太大啊，太大就看不到了。哎。我们简单的模糊一下边缘，花部分先不管它。哎，那么大家会看到，我们如果说应该是这边模糊一下，花上不要模糊啊。那么就说花的话呢，就会呈现在外面啊，其他部分呢就已经被我们的模糊工具进行模糊了。而现在来讲呢，模糊工具已经被我们的滤镜中的模糊这个命令替代。很多时候呢，这个工具只适合于修复边缘，简单对边缘进行修复。那么我们来就是说，刚才讲到了模糊工具以后呢，非常简单，是吧？那锐化，
锐化工具呢，它是我们模糊工具的一个相反的一个，我说呢相反的一个工具。经过模糊的图像呢，可以通过锐化呢将图像进行简单的进行修复，将它进行变成这个什么提高像素，也就是说提高像素。它虽然说不可以将图像变成非常高清的，但是呢可以找回一些细节。但锐化中的话，强度方面来讲，一我不能将它就说设置太大。如果设置太大的话呢，大家会发现啊，如果我选择这里的锐化工具，对它的花进行锐化，一直锐下去，大家会发现，它就会产生一种饱和过度的一种现象，饱和过度，高饱和。那么锐化工具对人物的皮肤以及图像进行锐化，一般来说就一次或者两次。那么在锐化工具中呢，就多出了一个保护细节。保护细节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在做图像时，如果不勾选保护细节，你看啊，我涂两下。它，你看到什么效果？一条一条的哈，这个非常不规则。但如果勾选保护细节以后，我们再涂抹时，你会发现它的细节部分是有的，只是说它的颜色方面的饱和方面有过度提高，从这里来对比就可以了。那么在后面的话呢，大家也看到了哈，有很多的图标啊，这个图标，用压力控制大小，以及我们的画笔面板是吧？画笔面板，还有我们的这个。大小，画笔的大小，硬度值的调整，在前面呢给大家讲过了啊，那我们也不讲了，简单的理解一下，我们的这个模糊将图像进行模糊，简单理解。那么锐化，一般来说在对图像的人物质感方面呢，也是可以通过锐化，特别是细节部分。我如果说我只要锐化这么小的一个部分，怎么办呢？你做选区锐化也可以，或者是画笔这个锐化工具啊，直接的将它进行锐化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文件返回一下，按 F12 键。